我想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浓烟之中随时埋藏那个不知道的危险。现场如战场，正好在一瞬间。我想救人，我想保护大家。一个优秀的消防员一定会抵抗自己内心的恐惧。要想救更多的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危险共存，只有这样才能无所畏惧。三楼西南城发现被困人员，三楼火灾太大，等待人命救援。我从外面上去救人，你这是在违抗命令。再不救那个人就死了。内心黑暗之中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个时候，坚信光亮一定会照射进来。我相信还有其他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消防员都在日夜坚守。现场如战场，生死就在一瞬之间。所有被困人员已被解救出来，有一名消防员牺牲了。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后悔。